你们这些人，活饿了，小鹏。老大，都做好了。林锦峰，你太过分了！你把部队当成什么了？无组织无纪律！你说骑马就骑马，你说杀人就杀人，这成何体统？我杀的都是日本人。 哎，医生，哎，张伟这个报告实在是太好了。好，咱们郑愁双方阵这块硬骨头难啃呐，没想到现在可以兵不血刃，顺利的给他拿下来。是啊，张伟啊，我还真没有想到和李金堂合作，真让你给谈成了，太好了。既然李金堂同意撤兵，啊，把双方阵拱手让给咱们，那咱们目前唯一要准备的。 就是集中兵力，痛歼方马杆的驻军。对。不过，张伟啊，到，你私自带人去救红军一，还是要受处分的。我明白。组织决定，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这次双峰阵，就由你负责，顺利的把它拿下来。我保证完成好组织交给我的任务。 哎呀，你别乱抖抖回去！你能不能离我远点儿？别在这儿碍事儿。真是的，我碍事儿？我没觉得碍事儿啊，不碍事儿。哎，哎，我帮你来。你们怎么还不走啊？你看我们在这儿也不碍事儿。再说了，老大想留在这儿，我也想留在这儿。你们又不是八路军，留在这儿干嘛？ 那腿长在我身上，那是走是留是我穿的算吧。行，那你啊，把我这收拾好的拿到那边去。哎，没问题。妹子，嗯，这送哪儿去啊？那个病房。哦，好。哎，妹子，嗯，我觉得你这个头啊，应该弄一下，烫一下，烫成那种小雪的。为什么呀？好看呗。啊，你试试。 哼！小子，小子！哎，怎么了，小杰？铁丝扎上了。哎呀，小子崽子，表现不错吧？给我，干嘛用？哎呀，
跟你说了你也不懂，不说不给。嘿，好，我跟你讲啊，知道老大为什么那么厉害吗？不知道。看见老大戴那个链子了吗？那可是老大的爷爷的爷爷传给他的。我跟你讲，那可是鄂伦春的宝贝啊。你说我要是戴上那个链子的话，那得多厉害呀，是不是？我有个小锁给你得了。懂个屁呀你！玩去吧。 走吧，在这儿铁丝啊，去吧。小兔崽子，等会儿。哎，老大，庄老大呢？来活了，真的。把上次那套日军军服带上。嗯，好。往哪儿去呀？老大，我先帮梅子把这个活办了啊。快点。哎，很快的。都有，向右靠去。 向前开，稍息。立正。政委同志，部队集合完毕，请指示。好，请稍息。都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林金峰那边呢？让他跟着卫生队吧。哦。去上海调查他的人走了吗？走了。眼下战斗在即，百事千头万绪，这个林金峰算起来还是个小问题。 不过让他跟着卫生队也算是个编外警卫员吧。那咱们出发吧。好，出发。都有。向右转，右转，炮步，走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干什么了？我们今天去哪里了？快快！哎，快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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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行，行，好了，你可以通知李银堂，让他撤了。老大，能撤吗？去吧。好，让你，哎呀，让开，让我走，让我走。你不行，你不行，你将就说破大天了。 我也不能让你出这个门。就让我走吧，李金堂都开拔了，八路军要来了。李金堂开拔了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啊，你傻呀？这要是八路军来了，你就踏踏实实留这儿，跟着八路军。不行，我打过八路军，要是我留在这儿，八路军把我给逮着了，还把我的皮。这谁敢把你皮了？我看谁敢把你皮。刘湘那小子，他敢吗？他敢吗？哎，刘湘他小子要是敢动你一下。 我就告他娘去啊！咱不走了啊！哎呀，不行，让我走，既然我非走，哎呀，我非走你，哎，干嘛？哎，你干嘛？行，走，爱上哪上哪去，走，我不拦你，走吧。哎，你咋这样呢？ 所有的岗哨都没有人把守，不对，看来李金堂他们已经撤了呀。不应该啊，不是说所有的岗哨都让李金堂来把守，还有冯马杆的人呢、啊，那会不会有诈？咱们先上前面看看去吧。准备战斗！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！林大哥。 我一看这个大李完没了，我就知道是你给起跑了。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啊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林大哥，你要是影响了我们的作战计划，这个责任你可担待不起啊。赵四，我们已经让李金堂撤退了，再给我们半个小时的时间，不费一枪一弹，我们缴冯马杆的剑。 我明白了，那你们去吧。哎，谁有难了？谁有难了？走，哎，走，队长，你怎么能同意让他们去胡闹呢？一会儿你就明白了。走，出发！哎哎哎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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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到底干什么呢？
少佐，站好！不知少佐驾到，有失远迎。よし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嗨，蔡军让你们把武器放到院子里，清点好树木，报给少佐。是，武器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 这个是我们的武器清单。很详细。太君，您会说中国话？不光会说，而且说得很好。回到。 林太君，你干的不错呀！这次是多亏了你啊！哎，我还有个任务想给你，能不能帮我守住查镇方面的村口，防止日本人突袭？好，就你身手最好，别人去我还真不放心。那就这样，多加小心。哎。 政委啊，哎，这次你可是立了头功啊！啊，只要明天能顶住小鬼子的反扑，双峰镇就是我们的了。头功谈不上，那是林继峰的。行了，您在这儿盯着吧，我上前面看看去。哎，我说啊，你是我们的骑兵队长，你的指挥应该是在这儿，别总往第一线跑啊。我是军事主管，我总得看看那个工事修好了没有。哦，您是不是害怕我跟小鬼子打冲锋啊？放心吧，他们来不了那么快。好。